妹子啊，古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怀君属秋夜，散步咏凉天，微风徐徐吹来，好想喝碗热汤进补一下。讲到了热汤，咱们今天就是要带你去进补进补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就来去吧，走。位在信义区松山路的这间人气老店，主要有麻油鸡、腰花、猪肝、猪心等等，而且不论是天气如何，生意都是好的不得了呢。雅云，这就是你想要喝的热汤了，麻油腰花，好大一块哦，整个超大的，重成本呢，好大方哦。早上的时候要去市场，又跟人家抢，不用抢的，所以你在市面上买不到。脆中带软，就是说它没有煮到整个烂掉这样，它里面是软软嫩嫩，外面脆脆的，它吃起来没什么腥味，都是麻油的香气在嘴巴散开的那种感觉。而且其实我去别摊，就是它的味道好像比较重咸一点，但是这个是比较清淡的感觉。因为内脏的话味道比较重，所以我在汤头部分就是尽量清淡，就是单纯的大骨汤。因为外面它有些可能它就会加什么红枣啊、枸杞啊什么的，就变成味道很重，吃到后来就有点怕嘛。看着又大又多到爆的腰子啊，老板卖120块真的是佛心来的啦！而且就算不喜欢麻油，姜丝清汤的味道也超棒的哦。那我就来吃超补的猪肝汤，它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涩那么干。老板汤好甜呐。猪肝的那个味道其实很香，但是它偏重口味一点，但是又配上那个清汤，哦，整个就是超大，一定要吃一口猪肝配一口清汤。猪肝汤对女生非常好，就是用来补血用的，是不是老板？是的，而且它富含很多维他命，同时它里面有一种氨基酸，也只有猪肝有，可以让你保持青春。除了汤品之外，每个来这里的客人呐，几乎都会来上一碗卤肉饭。吃起来油而不腻，搭配萝卜干，让人忍不住多扒好几口饭呢。